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可以有这怜悯的心，我们有这感恩的心，我们也有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要做了，对不对？要做就有了，到最后就是要做，到最后我们就是要去。弟兄姊妹，我非常的感恩上半年所我们教会所成就的是看到那些人得救，看到人洗礼，但是我真的相信下半年会更好的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是盐来的，我们是光来的，我们是神的大使来的。然后在我们的手，我们有什么啊？天国的钥匙。神给我们这个，是因为神要给我们这个的大使命。 Amen。